皇后，我陪你翻去烟波紫爽殿好吗？好。护送皇后返烟波紫爽殿。系。卑职先送皇后回宫。今次啊，我哋总算除咗心腹大患啦。不过二贵妃一死，我哋就要小心鬼子龙。其实我哋而家大权在握，对付鬼子龙易如反掌啦。唔系咁讲，所以我想将皇上嘅死讯唔颁布住。点解？我唔想俾鬼子龙咁快知道。哦，然后就攻其不备啊！参见各位大人。明禄，大家系自己人，唔使客气，请坐啦。坐坐坐坐坐。明禄，杀咗二贵妃啦！我并冇杀到佢，不过因为佢俾咗唔少好处你，系咪？卑职不敢，卑职唔系反夫嘅小人，点解你唔杀佢？因为卑职职位低微，杀害贵妃嘅重罪，实在系担当唔起。我同你讲过，我皇上死喺佢身边，你可以话佢谋杀皇上，然后将佢正法。皇上病重，系人都知噶啦。况且二贵妃搬埋同皇后一齐住，终直喺皇后嘅身边。哼！大人，并非小人唔肯为大人出力，而系现在并非系下手嘅好时机。嗱，皇上啱啱驾崩，而中堂大人就即刻要诛杀二贵妃，一来人心不安，引起混乱；二来其他人恐怕会误会列位大人会有心怀不轨，另有所图。对各位大人的声誉都有所损害。中堂大人啊，荣老兄讲得几有道理噃。大人，而家二贵妃已经喺我哋掌握之中，要杀佢简直系易如反掌。大人，你又何必要急在一时呢？咁你打算几时喐手？皇上尚未大葬，而列位大人对幼主登基嘅事亦都有所费心。何不等大事稍定，到时小人亦都唔需要鲁莽嚟犯险啊！好，就等佢长多几日命。肃宗棠真的要杀余贵妃？被我今日落手。不过肃宗棠身为顾命大臣之首，大权在握，但同佢作对，我恐怕唔通你认为我唔识睇时势做人咩？但系大人仲未杀到余贵妃喎。你认为我杀死咗余贵妃有好多好处咩？假如今日我当住皇后嘅面杀死咗二贵妃，万一肃顺佢反口咬我一啖，我谋害二贵妃将我处死，到时大人果然高明，兔死狗烹，肃顺向来狡猾，呢一着大人唔能够唔防。所以我要拖住佢哋。就算杀死了二贵妃，我哋得到啲乜嘢？最多咪赏银一万两。如果二贵妃唔死，佢就有把柄落喺我手上，
我就可以要挟佢哋，封官进爵，一展大人抱负。冇错，想我荣禄，自问并非庸碌之辈。但系十几年嚟，喺呢个御林军度做一个小小嘅统领，我唔服。唔通我嘅才智同武功，比唔上肃顺佢哋班人咩？唔系，我只不过系欠缺咗一个机会。但而家个机会就喺大人嘅面前啦。我哋而家嘅形势真系好危险。你系话顾唔到叔孙，佢连皇后你都想加害？唔会啩？皇后你哀伤过度，冇留意到咋。今朝我哋都算系死过翻生。今朝我哋拜别皇上嘅时候，我见到叔孙同埋荣禄眉来眼去，好似想叫荣禄杀死我哋咁啊！真嘅？仲有，我听人哋讲，荣禄呢几日成日都出入叔孙府。叔孙虽然被封咗做顾命大臣，但佢惊我哋两个联合起嚟，佢就难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啦。我皇上咁倚重佢，皇上尸骨都未寒，佢嚟就皇后你放心，我哋而家仲未至于任人宰割嘅地步。你有方法？为今之计，我哋唯一派人冒险偷出承德，请六爷相救啦。呢个办法都好，但系守卫森严，荣禄武功又咁好，我哋好难偷走出去噶噃。人选方面，我已经有噶啦，对付叶姓之流都仲勉强可以应付。至于荣禄，就有劳皇后你啦。我哋今晚就行动。御林军好似特别多，你哋听住，一路跑去西苑阁，就算遇到御林军都唔准停。翻嚟之后，皇后自然重重有赏。如果唔系，小心你哋嘅人头。系。唔知道皇后叫臣日嚟有咩吩咐呢？我听日打算去观音庙替皇上打堂斋，想大人你多派御林军护驾。臣遵旨。皇后仲有咩吩咐？皇后啊，不如请几位大法师入宫打斋咪仲好？咁啊，等我考虑下先啦。既然皇后要考虑，臣早已巡夜，臣告退。咪住，大人，我谂过听日都系去观音庙，未知大人派几多御林军俾我呢？大概500个御林军到啦。500御林军似乎唔够喎。咁你要睇点样调动嘅啫。咁唔知荣大人点样调动人马呢？嗬？啊，系啊，荣大人点样调动人马法呢？都懂，试下已经被杀。
是皇后宫中的太监。王爷，已经好夜噶啦，啲公文听日先批阅啦。王爷担心承德有事啊？唔系，我系担心兴王个病。皇上吉人天相，唔会有事噶。六王爷，刘宝蟾姑娘求见。快传。是。参见六王爷，刘夫人。你突然间回京，是不是承德有要事？皇上已经驾崩。皇上驾崩？不会的。不会的，如果皇上真的驾崩，为什么一点消息听不到的？梗系叔叔呢个老狐狸，唔想我去承德奔丧。皇上，兴王咩话？皇上驾崩。几时的事？两日前。两日前？八百里快马加鞭，最多都一日啫。点解呢个时候要通知我哋？就系叔叔呢个老狐狸，佢将皇兄死讯封锁。如果唔系二贵妃派人冒死通知我，我根本唔知呢件事。咁王爷你系咪打算翻嚟承德奔丧？冇错。叔叔佢唔想我去。偏偏就要去，我怕叔叔会趁这个机会陷害你。怕什么？就算入刀山我都不怕。不是说怕不怕的问题，文大人就说得对，此时去承德只怕是送羊入虎口。你们知不知道二贵妃为什么要派人送信给我？叔叔他现在包藏祸心，想加害皇后和二贵妃，仲有想挟持天子令诸侯嘅企图啊！我睇唔会啩？唔会。而家皇后同二贵妃，仲有大阿哥，就系虎口嘅羔羊，危在旦夕。佢哋等紧我去相救。王爷，你讲得未尝无理，不过我认为你呢个时候翻去，真系九死都未有一生噶。就算入鬼门关。都要闯一闯。是你阿爹对你不好啫，又不是我对你不好，做咩要咁嬲对住我啫？我都唔系嬲你，仲话唔系？成日咁嘅面口对住我，整都整到我闷晒。你大哥唔好嬲啦，傻女嚟，呃下你啫。我哋出去行啦！我天庭，终于揾到你，日川令，保释。李公子，我有事揾你。芬姐，我哋有啲事要倾，你翻入去先。系咪承德有事？系，皇上已经驾崩。不出我所料，六王爷打算即刻赶去承德奔丧，虽然情况危险，不过怕死就唔系英雄，我谂住陪佢一齐去。系啦，你有咩要交代嘅？如果唔系，我哋要赶住去。
交代。我都冇打算一起去。点解？成德喺叔顺掌握之中，点解仲要去送死？骆天兴，你咁样做点对得住六王爷？佢系你生死之交。算，对唔住，我有啲事要做。失。骆天兴，你王爷此去有劳壮士保护啦。文大人，你太严重啦。有六王爷先有我留日村。你唔会怪我吗？我怎会怪你啊？我只怪我自己无用，不能够为你分忧。我自问此生无愧天地朋友，只是对不住你一个。早危不救，咁岂不是枉身世上？冇错。不过你以为咁样做，咁就可以救到阿兰啦？你只不过系白白咁将你条命交俾叔叔，死何足惧？啱。咁陆福俊又点？大清江山咁又点？大清江山。而家叔顺权倾朝野，所怕嘅就只有你恭亲王一个人。如果你留喺京师，佢仲可以同你分庭抗礼，唔敢太放肆。否则，如果你要自投罗网嘅话，咁以后佢大可要对你为所欲为。但你知唔知道，二贵妃同叔顺仇恨咁深？叔顺会先下杀手的。你以为你去到承德就可以救到他了？如果你留在这里，叔顺对你还有所顾忌，他不敢落手。但如果连你都落在他手里面的话，他大可一刀一个将你和二贵妃一起杀死。有乜事？回禀叔中堂，死嘅系皇后宫中太监小德禄啊！咁奇，有次阿行刺咁大件事，点解荣禄总唔同我哋讲一声呢？又
我睇唔系刺客咁简单。中堂，咁你有咩高见？我以为一定系有人想将消息送去北京，但系俾守夜嘅见到，误以为系刺客啫。呢个大有可能。咁弊啦，逼鬼之六知道皇上驾崩，赶嚟奔丧，咁我哋岂不是好麻烦？系咁唔紧要，我哋可以拦途截杀，咪一路永逸啦。但系二贵妃始终系心腹大患，日日都系个荣禄怕死。如果一早了结咗佢，而家唔使搞出咁多事啦。中堂，我哋不如。他不会咁大胆同我哋作对啩？佢有咩唔够胆？呢个人我估低咗佢。唔会明帮我哋系假，暗助二贵妃为实呢？诶，唔会噶，唔会噶。如果佢系帮二贵妃啊，佢一早就可以将我哋杀个措手不及啦。不过而家情势上摆明我哋占尽上风，咁就因为佢仲未得到咩好处。本来呢个人，我以为佢系一个贪钱之辈。估唔到佢野心咁大，想利用呢个机会向上爬。中堂，你咁讲法，佢无非想加官进爵啫。呢个奸狡小人。不过佢手上有御林军，而且心智又高，呢个人不得不防。卑职参见荣大人。你谢大人。咩事？荣大人，叔大人请荣大人过府。大人，荣大人，中堂大人非常欣赏你嘅才华，准备等呢件事情平息之后，提升你为两广总督啊！冇错啦，呢个职位好多人恨唔到噶。请坐，坐。多谢列位大人提拔。荣大人。以后大家就有福同享了。啊，系啦，点解木任佢哋仲未到啊？我哋等佢开席添啊。系啦，诶，中堂，不如咁啦，荣大人啊，从来都未参观过你啲收藏品，不如而家就请荣大人去鉴赏一下都好啊。好啊，陆阿父，系，咁就麻烦你带荣禄入去参观下。好啊，荣大人，请。卑职告退。中堂，你估荣禄会唔会听我哋嘅话？我头先见佢一啲惊喜嘅反应都冇，提起上嚟两广总督呢个位置，佢都唔满意。呢个人嘅野心真系大。叔中堂，假如间佢唔满意，我哋一于唔理叔信又好，荣禄又好，除非佢哋先杀咗我，否则。我断不会被他伤害你的。皇后，叔信那里人不可靠，
恭亲王嗰度又冇晒消息，我真系担心我哋派去嘅人可能已经喺途中遭到意外。咁我哋点？无论如何，我哋一定要逼叔信公布皇上驾崩嘅消息，唔单止要恭亲王知道，仲要所有嘅臣民知道，等叔信佢哋有所顾忌，唔敢对我哋两个太过分啦。回皇后，臣等呢几日正系忙于筹备皇上嘅丧礼，所以既然皇上嘅丧礼已经系筹备中，就应该系即刻向天下嘅臣民公布为皇上发丧。如果连皇上嘅亲兄弟都赶唔切为皇上奔丧嘅话，岂不是笑话？回贵妃，皇上嘅亲兄弟大多数喺承德，除咗恭亲王，不过恭亲王要打理北京事务，所以不便通知。恭亲王一向都兄弟情重，而且他未必行不开啊。启禀皇后，就算现在派人去通知恭亲王回来，亦都赶不及奔丧，臣认为不必通知也罢。就算不通知恭亲王回来奔丧，亦都应该向天下臣民公布皇上驾崩的讯息啊。回禀皇后，臣等不将皇上驾崩的消息公布于天下，是为了大清江山着想，为了社稷着想。是如今年匪正扰攘山东，云南又有回乱，国家正处于多事之秋。如果在这个时候公布皇上驾崩的消息，怕会影响民心。年匪的确不可不防，所以臣等将皇上驾崩的消息暂时押后宣布，叫各地剿匪将领准备好一切。到时我们宣布皇上驾崩，他们想作反也都失于时机。臣等这么做完全为了社稷着想，请皇后圣载。咁，既然系咁，咁我哋就押后皇上驾崩嘅消息啦。系。今次连皇后都帮埋我哋，仲唔激死佢？当然啦，我哋理直气壮啊嘛。冇错。大人，北京有快讯嚟。赵管家话：小姐已经平安翻咗屋企。好，叔中堂，照咁讲，你就双喜临门啦，真系可喜可贺。诶，呢个顽皮女，诶，中堂，到底咩事啊？你哋唔知噶啦，芬子俾人捉咗，佢而家居然写封信嚟闹我，话我唔去北京救佢。呢个女真系中坏。叔中堂。君子呢虽然间系任性啲，但系平时好听你话，你唔好因少少事咁嬲啊！哎，你哋唔知噶啦，佢自从识咗嗰个，我都要叫佢翻嚟。阿宝啊，系，你即刻去北京，无论点样都要请翻小姐翻嚟。大人放心，我哋将小姐带翻嚟。几死而无憾，嚟为佢能够得到你呢位生死之交嘅朋友，饮杯。诶，李兄，你似乎有啲误会啦。唔通你会忘记咗雪中嘅艳红梅咩？过去嘅已成过去，况且而家我系有家室嘅人，佢亦都系我嘅嫂嫂，我待佢好似同皇后一样咁尊重。就当我估错咗。好，罚我自己饮杯。你请我过府，是不是想告诉我承德方面有什么新的消息？刚刚相反，承德现在风平浪静，甚至乎连兴王的死讯都未传出。这样看，叔信在承德的势力真的不可提示。我想叔信已经控制整个承德了。好在你冇去承德，如果唔系你都冇命翻嚟。
睇叔信迟迟未有动静，佢一定系对顾忌于你，所以先至唔敢乱嚟。但佢迟早会宣布皇上嘅死讯，复令回京。咁我哋就先行埋伏人马喺途中。你又话等佢喺承德回京途中设下埋伏，突袭救人，杀叔信。只怕等唔到佢哋复令回京，佢哋已经被人下咗毒手，就要睇佢嘅运气。二贵妃，系咪有人对皇后不敬？有刺客入宫，行刺我同皇后。真嘅？咁捉唔捉到刺客？捉唔到，不过捉到又点？就算佢哋肯公出主谋，咪又系不了了之。二贵妃咁讲，莫非已经知道主谋又系边个？系八大顾命大臣之首，叔信。叔信，即系揾皇上封佢哋做顾命大臣。佢为咗权力斗争，竟然图谋不轨，皇上尸骨都未寒，真系岂有此理！如果皇上当初拆封顾命大臣嘅时候，有两位皇叔喺度，叔信佢又点敢咁放肆？有八个顾命大臣里边，只系得一个是爱新觉罗。如果我同七弟身为顾命大臣，叔信就唔会咁够胆派人行刺两位皇嫂。唔同我哋爱新觉罗事，以后就要受叔信嘅气。当然唔会啦，只要两位皇叔肯辅助皇后同大阿哥，我哋一家人团结，又何惧叔信呢只老狐狸？臣等誓死效忠皇后同大阿哥。参见皇后，二贵妃。起身啦。谢皇后。荣禄，做乜企得咁远啊？过嚟企喺我同皇后身边。臣不敢。我叫你过嚟，你就过嚟啦。臣遵旨。参见皇后二贵妃。起身啦。谢皇后。两位王爷免礼。今日召大家嚟系商量皇上头七嘅事。皇后请放心，皇上头七嘅事，臣已经安排妥当。哦，系咩？咁唔知肃宗堂你通知咗恭亲王未呢？上一次皇后同意将皇上嘅死讯押后，所以我哋认为不必通知恭亲王。好一个我哋啊！你心目中仲有冇皇后存在嘅？连请示都冇一句。臣不敢。其实又唔怪得叔大人嘅。既然皇后已经同意以大局为重，等中堂大人先行问各地将领，以防止乱党乘机作乱，的确系唔需要通知恭亲王嘅。咁又唔系啦，行问各地，就算远至广东。公民都应该到啦，难道各位大人到依家都仲未知会各地将领啩？冇错啦，皇帝嘅死讯迟早都要公布啦，点解系咁一直拖落去啊？咁当然唔系啦，随时可以宣布噶。好，既然六阿父都赞成，我哋今日就即刻向天下宣布皇上嘅死讯。好等各地官员到来奔丧，依臣见稍微等多一两日都唔算迟。既然已经决定咗，点解仲要拖啊？好，呢件事臣就照办。咁北京呢？当然首先要通知北京。
肃宗棠，我真系唔明白你点解要宣布皇上驾崩嘅信息。连自己人都帮人讲说话，我想唔应承点得？我不过以事论事啫。好在我早有计划，如果唔系，就算佢哋有咩理由，我都唔会应承。咁宗棠，贤侧你。我一直以嚟都找不到藉口召兵马入承德，头先被五王爷提醒了我，皇上驾崩，幼主年幼，召兵马入嚟保护是很应该的。冇错，我哋可以堂堂皇皇、大条道理咁召吉林将军景顺、黑龙江将军特普恩带兵前来相助。嗯，仲有叶河都统。春游都是我们的人，是只要他们的兵马一到，我们就不需要再靠荣禄。嗯，叔大人，荣大人来了。传是一阵交荣禄入来，由我对付。荣大人请。卑职参见各位大人。荣大人，乜你仲认得我叔茂咩？卑职不敢。不敢？头先喺宫里边，你企喺二贵妃嘅身边，真系好威风。大人，你误会啦。头先我企喺二贵妃嘅旁边，别无其他嘅。况且我只不过系一个御林军嘅统领，边度够胆逆旨呢？其实我是忠于各位大人的。是咩？是。咁点解我派人杀御贵妃的时候，你够胆阻止？啊！卑职怕失职，问罪抄斩。你怕失职？你只不过怕，万一御贵妃同埋鬼子禄得势的时候，你会遭殃啫喎。大人，其实最蠢的人都能够明白到，叔大人你是占尽上风嘅。既然你知道我哋占尽上风，点解你仲要摇摆不定？啊！明禄，你帮我哋做嘢，我哋唔会亏待你。不过，如果你再拖落去，你就会自找麻烦。系。咁而家我叫你去杀二贵妃，你仲会唔会犹豫？卑职唯命是从。好。国力雌性男儿，男女代代对视，曾否推测过明天举世，从右弱则再把持，倾国事即守保持，临政唐朝武士。问两者相比较何所耻，男儿尽忠